的内部了，楼梯已经被架住了。嗯，现在楼顶上的两名选手有点小难受。哎，周平这边的话是被 Jacking 直接给放倒，想从下面看能不能把楼顶的人打掉，还是想要去扶？哎呦，很危险，完了！就这种位置真的是很难扶的，这种过点很容易出事的。嗯，单方面来看啊，这一场的楼顶应该是 New Happy 败了呀。现在主要是楼里面的楠楠他有头，但哎，宁宁被。明明被打了一枪头啊，现在这个包也不敢捡，包距离有一些远。哎，楠楠近点想要完成突破，先打了一个 Candy。嗯，是 XCG 都落在外围两人的其中一个，是偏北部的。周平流血没了啊，求生欲望很强烈，现在一直往队友的方向去爬。对，现在啊物资情况也挺难的。哦 ，Jacking。四打一了，一把 S 幺八九七，这两波队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怕，对，要上一起上，不要缩在楼梯中间。哎呀，后面的兄弟，这个无敌时间， okay, 牛。好，这一次是零换四。我觉得哎，个小腿扑腾扑腾，这个跑得挺快啊。现在可以等着，毕竟自己先开枪打的别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抓取其他队伍的机会。哦，两边的对枪，九幺幺侧面的一个补枪帮助阿童木击倒了Big Cup。嗯，不过刚才阿童木也是弹枪了，站桩输出的时间有点久，所以说吃到了一枪。因为九幺幺在侧面呀。嗯，就可以弹嘛。又来了。啊，哇哟，这天霸这几个老哥撅把真的是有一手的，从他们面前路过还想翻山越岭，这样的车速。不是，有辆大车为什么不用大车呀？为什么要骑这个摩托呀？大车都快被打爆了，小唐不是他还在开，你看到没？他不是皮卡，你看他可以坐的呀，为什么要开这辆摩？只有一个可能要出事了，在伏地开过去了，匆匆108直接把阿童木给放下来，完了这一波 GFI 感觉吸引了一波火力啊，但是西西这个点位也完全的暴露了，随后再做定夺，开肉还是有马路的。好 ，GFI 替天路吃了一下 Ifty 的强度，感觉哎呦这边完了，强度太高了。好，小左找了个角度，连续击倒两人。天路这个位置在被高点的人抽，拍肉在侧面一直在输出。走，溜了，完了这个载具，这车不敢上了呀，车胎也没了。还有没有车啊？小左开始对枪。AZ 那边应该有辆车吧？这个圈型拍肉没有车，后面真玩不了了。对啊。好，另外一侧这边天霸和 VLG 这边的一个交锋。VLG 已经连续的几局出现在决赛圈了。嗯。天霸、小唐和七七都倒了。Regret 有一个小斜坡可以去利用，看到原点的天路骄阳摸了过来。骄阳过来拿分。嗯。说你不要过来啊，这几分是我的啊。被天霸发现了，天霸还在扶人。嗯，黑猪在等一波机会，但是越等自己的胜率其实越低，要主动站出来的。嗯，想去 K 分，啊，差一枪。来看看高点，随便抽一抽，看到一个倒地的人已经变成盒子了。再来还要把金。这又吸引了天霸的注意力。哦，派肉的这个出现，这个战局就变味了。天霸前面右边都是肉，他现在被美食疯狂的诱惑。怎么办？两边都得打。然后小唐又倒了。派肉的位置是有点小压制天霸的。对的。这种位置道具一旦倾泻出来，天霸就很危险了。还好在是天路打着打着也只剩下两个人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圈边的威慑力就不是特别特别的足。但现在他前面还有派肉帮他打工，派肉现在就是要把天霸给卡死在圈外。主要是小左太准了。嗯。他瞬间秒了两个。我有，啊，把烂人清掉。是的。下面这辆车是不是还能开？不开，直接开腿。前面还有两个空腿，这两个空腿我们被舔过。反正前面都是反坡，这距离也太远了吧？打架的。对。啊，林强已经被小海击倒了。林强是一个挂在北部底坡的。林强的位置其实是侧面的一根枪线，高点 Monkey King 也在架枪，但是 Monkey King 马上受到蓝圈伤害了。近点的高位以后，永远两个人要规避一些道具的伤害。被闪到。吃到闪了。高德伟已经在拉底坡了 ，Monkey King 的车要拉过来了，小鹿也在侧身。这波看正面永远的道具有没有破局的机会，破局小鹿直接开始拉，侧面已经打开局面了。QE 枪法败了，但是 XCG 这个时候会从背后直接过来，
看正面清理的速度了，这边小海已经是被放倒。 Steven 这个时候直接一波背刺，屁股来人了，正面战场已经清理完毕了。好，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反斜作为一个掩体， Candy 的位置对于 4M 来说有点致命的。Candy 还没有出枪， Candy 已经在白圈的边缘了。 4M 现在是三人编制，2014也是找准了一波时机往这个坡上去行进了。2014很急，如果在下面后面没有机会了，2014选择了上山。 Candy 侧面还是出枪了，小鹿倒了。 4M 被夹了， 4M 彻底被夹了。南北两边都有人，没事，这边有。哎，旁边听到了脚步声吗？完了，刚才在开枪，没有听到这个脚步声。小龙已经摸上来了。耶，这颗雷击是被伟成的头给挺出去了吗？他听到了，还是被这个土坡给弹飞的？从这个视角当中有点模糊啊。他秒了一个，但是小龙在头顶，四面八方全是人，回头再拉 XCG 这波劝架，干拉出问题了。哎呀，2014这波劝架好像两个人都没了。永远好顶，永远好顶还在皮特不打药，就是自信啊。没办法，这一波就是底下和山上的人都在夹 4M， 就是感觉像那个肉夹馍。这个山头打起来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结果。2014在下面他也很难出来的，是的，他一定得趁天路被几支队伍夹在了中间，也被淘汰了。现在 FTY 是成为了南部的最多的人，跟 DSS 是一东一西，把南部战场想要打扫完毕。好，十七过来清理了，这波 XCG 只剩下一个了，剩一个 Candy 位置在留人。小北侧面的一个补枪，小拿一分，还剩十五个人。还没听到，在做蹲起，看到了。这个位置哇，还好小唐稳住了，全息不好用，对，都是全息的锅，确实，绝对是这个雷。好，对面 FTY 来清人了。都扔过了。两个人直接往前顶，也压过来。哇，这旺仔小年轻人跟老局的一波配合，是的。FTY 已经把南边清干净，出枪的位置。对，如果有炸倒，这波就直接压了。队友去下枪，直接往前顶，炸倒了一个。豆子这边直接倒了，哇！但是素九怎么吃了一颗雷啊？这个位置也吃到了一颗雷，是豆子回丢的。豆子在倒之前丢出那颗手雷， FTY 现在想要过去劝架了。来了，看小北正面，对方露出了一个头皮，压制了一个败血。哇，这一波小北这个血量消的太多了，各种闪。好，风铃下走位，把武器只能往右边摇晃了。哇，这个摇晃枪法。再来，队友挡了一波子弹， FTY 已经从背后出现了。好，是老局的枪线。 FTY 这局战术完美，非常完美。